边感觉更多是个反攻，双方打野勾勾到两边大爷都在摸一下小兵，勋想找一下卢卡斯的机会，但是看到拉夫的位置，回头一勾，这边是逼出了卢卡斯的闪现，卢卡斯跑得非常快，直接开动，这边先把第一个惩戒给交了，一勾勾到和 Rookie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被冲拳给冲到了 W 加 R， Rookie 先把位置给拉开，回头一个链子链 Rookie， 但 Rookie 并没有被打多少血。哎呀，这波好有想法，但 Uniboy 也并不往前交技能啊！哎，链子链住了，哎，但是个闪现，这勾勾到一脚踢踢过来，一血最终还是拿到了，但勋这里能走吗？想了想算了，这是直接被塔击杀。你看 Rookie 这边闪，其实闪得很聪明。W 过来牵链子，然后闪现挡冲拳，但是闪得稍微短了一点，而且这一 Q。主要是这一个大招刚好这个踢熏的这一踢也是被卢卡斯勾下来了，就没有如果有杀意的话三个人是可以越的，但是因为19有 TP 这波真的想越其实不是特别好，有机会越来踢踢踢下来先开一个 W， 这阵不是特别好越，大招一段两段，莱子赶紧溜妖姬过来两段踩，莱子还有一丝血，一个一技能触发了电刑，打到人头吧，但那个人头是辅助拿的，看一下这一波，哦，泰坦直接给大随时第一天不在勾回来直接吸过来，然后 Winky 应该是交闪拿这个头，对，喂饼喂到嘴里，哇，600多，这不怎么回事，单杀了，居然完成了一波单杀，因为线放长，无论是打野来还是说中单来，就是有被抓的，那这波踢下来，子珊应该是没有回城的，然后血量已经被打了一半，一踢，二踢脚，就一直平 A 就可以了，来想了想，不太对，战术不骚。打到现在 IG 是有一个2000多块钱的领先，这个领先对于 IG 来说还不够大，还要继续扩大一些才行。嗯，还这样的一勾勾到高是一个加里奥，一脚踢踢回来，但这边有 Rookie 跟上嘛，一个冲拳冲到这边， Rookie 拿到了 Uniboy 的人头，双方肯定要完成一波互换，一脚踢踢过去，哎，这边勋居然还没有死，这边说 Rookie 拿到了双杀，哎，这边过来扫描扫到冯大强要打吗？只能往自己溜走，开团就得靠这个泰坦，如果没有泰坦在的话，就其他人给不了一个空间。哎，小 Shy 跟 S 一起来，再给了一个点燃，而且有个制造者一直吸，这边 Alex 有点危险，子 Shy 在下路找回了场子，完成了一波单杀。这波 IG 是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哎，上来永霜，这个同学冲到了，但是后面没有多少输出可以跟上，反而是自己有点危险。Rookie 是拿到一个大杀特杀，卢卡斯给了一个大招给他后排 ，Kepler 被踢了一下，但是这边勋是并没有打出一个回旋踢，因为自己还没有闪现，在死的这一瞬间闪现刚刚好，往后走一走，过来永霜定住一技能链子，交闪现把这链子牵出来了，但是瑞浩接了一个灯笼。踩中，好、哦，我感觉他是想跑的，但是被 Rookie 给挡住了。对，这一波是没有闪现直接挡下来，提到空中摆下来。Hero 打的还是蛮激烈的，干的把伊塔这个吃下来，这边想找机会吗？火焰冲，火焰冲给了一个，那个直接招双招走了。是，任何一个草丛，只要被妖姬链子链住，威武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秒。是，但 Alive 在慢慢的绕过来了 ，Uniboy 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，Q 技能看一下。但正面的话，卢卡斯好像开杰逼出了阿拉夫的一个大招，踢过来，踢过来，是个 Uniboy 被立在原地开出一个金身，又被永霜给定住，德善拿到了人头，而且这边卢卡斯大招打得非常快，就大到三个人，星火眼灵撒下来，开普勒扛不住两刀，直接被那一个 Wink 拿到人头，而且德善一丝血开出金身还死不了，钩子勾一下，在还没有死，再捡了一下拿到了一个三杀 ，Wink 再往前，这一斧子没有 A 出来，但没有关系，哎，其实只能是被逼无奈把大招交给了一个德善，但德善有一个秒表，就有一个。金身在，导致他没有机会去换掉。这边的话 ，Rookie 还想找一下机会，练了一套，但不能确实保证了对面是不会来拿龙的。你看那个青钢影，这波被打出一个护盾，他往前扫，然后他打了一下德善之后，他是想往正面去跟队友想打 Wink 的，但发现自己的阵容又很差，所以他第一线根本没有进场的一个角度。所以我来动小龙，不然对面拿龙魂，拿龙魂可能就真没了。但是这一波。魂能拿人能走吗？链子链住，链到的是一个纯石，回头没有勾到。而且同时，这边泽寨和这边奥拉夫单挑，算是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单杀。而 Rookie 向前踏一个 Q 技能收掉纯石，这边 Kepler 也走不了了。来自打爆炸果实过来，但是好像没有队友可以跟他一个一技能拉走。现在唯武只剩中上，嗯，还好在是比较灵活。这边复活的时间还有20多秒，感觉 IG 可以破一到两路了，现在都。按照 IG 的性格，应该是一波，可以想尝试一波，有机会的。但左边复活的时间其实现在因为还比较早，
看一下啊 IG 怎么做一个抉择吧。带 buff 直接过来一波结束比赛，现在守塔的人推得伤害不是特别高，推得很快，加里奥才从上路刚刚赶过来，那里面兵线的量不是很够了，离最后一个玛雅塔离得有点远。这一波V5是个机会，要不要反打一波？葛文杰开启一个立场往前打，因为酒量开不了，蹭了一下，伤害实在太高了。这边是先秒了一个彭展翔，后面再进场的一个卡面也是瞬间融化，加里奥落下来，英雄登场，英雄的下场就是被德莱文给斩杀。那这样一来的话 ，IG 能够顺势吞掉另一座玛雅塔。我们应该是要一波了，一刀下来直接血量下一半，配合一个大招还想杀吗？在泉水里面感觉对于威武来讲也不够安全啊，不靠着泉水的一波反扑，但是换掉了两个人头。那我们要恭喜 IG 拿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。